那个男朋友镇定，那我看可能要下台了，太多的话，等下今天临时 call 他，他很怕会紧张。那因为今天我们难得，我们看到我们小麦，我们魏阳哥哦，就是在这边有， yes, yes, 其实我常在这边当媒人哈，对， yes. 我也希望他们早点有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当然跟小麦聊了。小树长大了，我老了，看到他们都知道我老了。好，我们就把接下来的节目，我们就交给我们小麦小麦的朋友，还有我们超市的乐团，请大家鼓掌啊！
走。